好，我们要请这三位明星呢，都讲一件这个往日的同学，让他们印象很深刻的事情，然后我们要让这个同学出来哈。所以王思平，你这位同学在学校的时候，讲一件你觉得印象很深的事情。他对钱呢非常的敏感，而且还会托我在班上摆地摊。算同学的钱，那是合法的吗？应该是合法的吧，没有违反校规。这我不知道，就是他提议，我就小跟班就跟着做。他个儿比你矮还比你高？比我高。长相有比你漂亮吗？不同学。所以你会怎么形容他的外形？阳光、甜美、傻大个。好，我们欢迎他。小心有台阶，来这边。哦，这里，这里。这样合理吗？他是高，他距离第一次来康熙有在长高，是不是？有长高哎。你有在长高吗，同学？可能有吧，我没有量哎。OK。你这个身高礼貌吗？你的旧同学，他最近的绯闻你要聊一下吗？谁啊？我就问你啊。应该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吧，因为你如果不说的话，我们整集面具就不拿下来。对啊，不要这样。你如果不说说她男朋友是谁，就要聊你自己现在新的男朋友。爹地，那聊我新的男朋友好了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店小二吗？扮演三叉，看起来有像店小二吗？不是，你是鬼娃恰奇。我先来找我同学的，我是花轮，我来找我的 baby。你 baby 是谁？小丸子啊，在这边。你再给我讲讲。好像戴上面具后，真的感觉他比较高大一点。有我头好晕哦，可以拿下来。好，我要把面具拿掉了。一二三，请拿下来吧。哦，小姐，你以前没有那么高哎，我穿。我现在几乎要抬头看你哎。你这没有高跟啊，你是矮跟哎。高跟鞋。你如果再往下看，我试试看。那快点。王思平过来他旁边，我看看，以模特的身份走下台步，看看在走台步的时候哪个光芒比较亮一点，走吧，一起吗？一起啊。好。怎么办？林佑利好像快输掉了。哎呦，林佑利加油，打起精神。真的假的？有啊，他有打起精神呢。佑利打起精神，很像上一代的模特啊。你自己漂亮的女同学就不要再相认了。哈，你说她比我漂亮？接下来的这位的同学呢，听说你跟她其实不熟。如果要正式好朋友，没有到好朋友的程度，但是就是同班同学这样。一个不可否认的往日关系。对啊，就是同班同学，可是在班上是不同圈子。曾经有同圈子的人跟她是同圈子的，然后就会一起就是。变成一个大圈圈，对对。结果后来呢？后来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因为其实我刚刚看到他写的内容跟我讲的完全都不一样，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在讲同一个人吗？记错了吗？对呀，因为其实一开始可能不是他，对不对？是他。他真的是你同学？他是我同学，可是我刚刚拿出来的那个照片里面没有他耶。是鬼故事吗？太精彩了。这位同学是女生还是男生？她是女生。然后她正还是你正？其实我觉得她比我正啊。你在不高兴？我没有不高兴。你以前是不是有跟我们交错过？有啊，好像是学姐对不对？就是高一届，差一届而已啊。我们那时候逛街还遇到。李爱琪比你们高一届。对对。就我不知道我今天来为什么要今天为什么要来耶？为什么？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就我们两个人的交集比较少，对，所以。所以你也没办法跟他装熟。有一次我遇过他，他也没有承认我们是同学。你说你有跟他？门打开应该是空的吧？好，鬼娃，我们要请他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欢迎下一位客官哈。蛮有明星样子的。他说你不跟他相认？没有，因为我生性害羞。因为有一些人虽然是同学，但不见得他会想要承认这件事。可是是你先不承认，是因为你不承认。我不承认，他跟我打招呼，我还是有，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个场合他会不会让人家知道说，哎，是同学。他说他在后台跟你没话聊。是，因为我们真的很不熟。等一下，他如果走到你旁边，你们俩会很尴尬吧？还好啊，应该不会啦。因为我们其实录影碰到的时候，还是会有。可不可以硬是跟他把手牵住，然后在原地跳跃起来？跳起来。而且你知道，转眼之间呢，这位往日没有当明星的同学，也成为艺坛的常青树。好
回去。我们来来来来，赶快来来过来，李爱琪过来。你要什么？手牵手，手牵手在原地跳跃啊！好久不见呢。哎 ，baby， 我觉得李爱琪比较诚恳呢，他为什么都愿意演。话当年，话当年，就你好。就不熟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同学毕业之后，问他干嘛在广播电台的时候装作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那时候为什么这样？我现在在拍戏的导演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他也是加油加油，装熟装熟。不要说我们是同学哦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如果你是同学的话，你就说哎，好久不见，哎，你最近好吗？我们两个见面都拥抱说哎，学姐好，学姐，对呀，学姐好久不见，超好，对呀，学姐好面试。因为我没有很熟的人，我不太会，就是像跟 S， 虽然我们是同校，但我也从来没有来跟 S 说，哎，我们都是黄冈的耶，哎，这样。我现在我过去还没好，我现在觉得好难过。真理是，这位同学是同班同学吗？对对对。他在学校的时候已经红了吗？红了。那你当时呢？当时哦，当时在班上的时候，只是觉得他帅气、英俊、歌喉好。所以你有在喜欢他吗？那时候？那时候其实还好哎。为什么？你刚刚说他帅，然后歌声好。因为他喜欢，他看上的女生都还好。是被我们节目逼着才相认的。不是，其实我们后来出道后就变比较好。OK。对，那我们也有曾经有同公司过，然后他也我也做过他的白手套。他外遇的时候，你也要帮他 cover 吗？就是他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也要做他的白手套啊，或是干嘛这样子，帮忙骗他的女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就变得比较好。你们相遇的时候也会牵着手跳跃吗？我们是男生女生还好啦，而且不会，应该不会。等一下我应该逼他们做这件事。对。好，鬼娃，我们要请他出来了。好的。这个应该观众渐渐的认出来了。好眼熟的身体哦。你这位同学真丽以前在班上是完全不入你的法眼。他在我们学校整个就是很不起眼那种啊。等一下面具拿掉的时候，你要跟真丽牵着手在原地跳跃，表示你开始雀跃的相认。我看到他从来不会有这种心情。我是小 S 想看的。我先让，我先让 S 示范给你看哦。他跟真丽演一次，你看看好。来，好，来你要看哦。OK， 好来。真丽，好久不见了。